你们干什么？我赶着去和我们家小甜甜约会呢，你抓我干嘛？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赶紧把我放了哈！要是影响我人生大事，我找人弄死你们，你信不信？啊，你们赶紧放了我，快点！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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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！老大，他好吵哦！哎，终于清静了。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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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！好端端的一个小伙子，就因为长得太好看，就能被人给变成青蛙。你说这些人心胸得多狭窄，还把人变得这么苛子啊？不是在说我，老大，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把他变成好看的样子呢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弄啊，这皱皱巴巴的。你要不你先试试给他按个摩，把他身上的皱疤给我揉平坦了。啊？啊什么啊？你有别的办法吗？没有。那还不快揉？哦，免费的按摩？哎，你注意力度，别给他弄死了。哦，哎，这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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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叫什么姿势？不行了，老大，我好像搞不定哎，他还是皱巴巴的。啊？哎，我们只是普通的妖怪，又不是什么美容顾问，哪干得了这个呀？大王和夫人又得罪不起，这差事不接又不行，接了又搞不定。哎，当个妖怪真的是太难了，你说是吧？没。你够了！啊，疼死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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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他妈……哎，我自由了耶，哎，可以去约会了耶，亲爱的，我来了。哎呀呀呀，你们两个也太调皮了，我跟你们说了不要乱扔东西，你们怎么……他不是被关着的吗？你看我话还没说完，你怎么又把棍子给扔掉了？这个蛤蟆长成这样已经很可怜了，你们就不要扔它了嘛，乱扔是会污染环境的，要是砸到小朋友怎么办呢？就算砸不到小朋友，砸到花花草草也是不好的嘛。你是怎么跑出来的？哦，我看你们两个出来这么久没回来，我担心嘛。我的意思是，牢房锁着的，你怎么就出来了？哦，我担心你们迷路，所以我出来看看嘛。我的意思是，以后可不要乱扔东西咯，要乖呀。哎呀，你看这孩子年纪轻轻怎么就垮成这样了？一身的皱纹，抬头纹、鱼尾纹，样样不少。哎呀，怎么还有假颈纹呢？什么假颈纹？那叫法令纹。哦，平时没少熬夜吧？一看你就是作息不规律，脸上的胶原蛋白都跑了，皮肤没有弹性，又松又垮，糙的不行。哎，你小子算是赶上了，刚好我这里有 HBN 双 A 醇晚霜，专门针对熬夜垮脸、粗糙暗沉的皮肤，抹上之后皮肤就会像我一样白白嫩嫩、细腻光滑，花见开花，人见人夸，青年花见了吹喇叭，滴滴滴答答，滴滴答。哎，你这是在打广告？哦，平生这是在化缘呢。啊，看我说的没错吧？真的消失了。哎呀，不跟你们说了，我刚交了一个新的朋友，他还在牢房里等着我回去跟他聊天呢。啊，牢房里的新朋友？哦，就是那只蟑螂啊，原来他的名字叫小强耶，我们聊得可开心了。好了，我要走了，你们记得早点回来吃饭哦。Goodbye。 哎呀，你混蛋真的是太好玩了，都不想去取经了。啊，真的可以和蟑螂做朋友啊？皱纹是没有了，可黑黑的看起来还是好丑，你去给它擦擦干净，美个白。哦，这回你温柔点，别再被它咬了哈，谁知道它有没有打狂犬针呢？哎，啊，不是在说我。哦，追逐热爱的一切吧，你会发现。
老大，好像擦不白，那就继续擦。哦，好的。嘿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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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舒坦嘿走嘿走嘿走。哎，那只鸡，你也别闲着，在旁边办个舞助助兴吧。啊？看什么看？就你，来段 freestyle， 好好跳啊！跳得好就算了，要是跳得不好，你信不信我送你去肯德基，让你去当练习鸡？大点力，你没吃饭呢。好的。嘿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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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在干嘛？嘿走，赶紧跳啊！嘿走嘿嘿走嘿走。我让你练习鸡。哎，这个方向应该不会被抓住。嘿嘿，亲爱的，我来了，等我。哎呀，你们两个也太调皮了，我跟你们说个不要乱扔东西呀。老大，你怎么又把它给扔了？他这么黑，乱扔是会污染环境的，而且他这种黑是属于作死型的黑。你是不是天天很晚都不睡觉在田里蹦迪？我是不是白天出来溜达还不搞防晒？我熬夜和日晒会整个皮肤暗沉无光，气色自然没法看了。就便宜你小子了，刚好我这里还有 HBN 发光水，提亮肤色是真的有一手，可以说是暗沉的克星，尤其是在熬夜后湿敷，敷完以后皮肤就像开了灯一样，保证让它一扫疲倦，春光满面，你就会成为牛肤山最靓的仔哦。哦，快拿去敷一下，5到8分钟就可以了，这个质地清爽，气色快。哇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变好看其实很简单的，不用那么辛苦。哎，你们俩把它扔来扔去到底在玩什么啊？你们不会以为这就是要救的那个格里玛什么梅吧？是格隆玛，是格里玛洞梅，这也不是青蛙呀。哎呀，你们搞错了，这明显是一只蛤蟆呀。搞错了，你们这是被牛粪熏过的智商吗？蛤蟆和青蛙都分不出来了，浪费时间，走去找下一个。哎，怎么走了？老耿这样我怎么去约会啊？小朋友别生气了，你现在变得比以前好看多了，快去约会吧。哎，我家臭宝怎么还没来啊？好想和他亲亲啊。亲爱的，我来了。啊、哦！追逐热爱的一切吧，你会发现生活不该。